这是西里的舅舅，这是一波。您觉得你们俩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？好，那就外形呗。你就像我舅舅。天场就是岳云鹏的游乐场。洛阳是吧？对，洛阳。洛阳话好听，吃面条。你吃你吃来，怎么吃麦序了？没食欲了？弄完了。这真香啊！出话，哎，说的啊。